从佛教来看，我们这个世界是我们业力招感的果报，同时也是我们因的呈现，我们的色身，我们的五蕴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是我们的正报。山河大地是我们的医报，所以大自然的一切跟我们息息相关，同时那我们的心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，就像这个大自然有阴晴不定，有刮风下雨。同时，也有无垠晴空，我们看看我们的心是不是也是这样啊？有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很宁静、空灵、自在，也有的时候阴云密布。或者雷鸣闪电，正像天空晴朗、清澈，我们也会感觉到我们的心，有的时候在这种环境下，也会变得清澈、欢喜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片湛蓝的天空，在佛法里边叫无垠晴空。但是，因为无明，这个蓝天被遮蔽了；因为烦恼，就会有凌晨，甚至会有乌云密布、雷鸣闪电。那就是我们内心里边有无明，有细的烦恼，还有粗的烦恼。可是，不论是什么样的天气，如果我们坐飞机，飞机超越了云层，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无垠晴空。所以，不论什么云层，不论什么雷鸣闪电，其实呢，并不影响我们的
浮云晴空，所有的念头，当我们活在念头里面的时候，这个念头就是一切，它会长时间的影响着我们，左右着我们。如果我们能够跳出这些念头，怎么才能跳出这些念头啊？就是我们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一种训练，这种训练呢，那就是觉察力的训练。我们在做什么？同时，我们还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这就是一种内观的力量。如果我们一旦获得这种力量，我们就能够从念头的河流里跳出来。就能够不随念头左右，我们想一想，一片云彩对虚空来说，会有多大的影响？任何一片云彩，不论多大的云彩，在虚空来看，从虚空的层面来看，其实都是微不足道的。哪怕是一个地球，一个太阳系，一个银河系。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，它都是微不足道的。但是，对我们活在一片云彩里边的人，或者对活在地球上的人来说，那么这个地球还是云彩。就像当我们往往会受困于一个念头，掉落到一个概念的陷阱里，带入到一个想法的陷阱里，掉落到一个情绪的陷阱里，这个时候，这个想法，这个情绪，它对我们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。甚至巨大的伤害。那如果我们能够从这里爬出来，那就是我们不断的要去培养我们内在的这种观照力，我们能够时时都活在这样的一种新的一种观照的力量中。那其实念头。对我们的影响是不会太大的。每一片念头，每一片云彩，都是来自于太空、虚空，同时，它会消失在虚空中。所以，云彩的本质就是虚空。同样，我们每一个念头。是来自于我们心性的海洋，就像每一个波浪是来自于大海，从大海产生，又回归大海。其实我们只要不陷入到对这些波浪的执着，不陷入到对这些念头的执着，
其实，波浪对大海是不会有影响的。同样，心念对我们的生命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。只有当我们执着于这些海浪的变化，执着于这些情绪、想法、念头，介入我执我见。那么这些想法、这些念头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。所以，我们了解了这些道理，我们就会知道佛法的智慧对我们每个人是多么重要。它会让我们真正的摆脱无明烦恼给我们的困扰，同时可以帮助我们直接去认识我们心的本性，明心见性，其实这条路其实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，我们只要努力，其实完全是可以做到的。